宝贝儿连线，今天一开赛马上就是连起来，串联起来。在这个时候，陈梦欣靠着速度球队拿下季军。陈梦欣假晃了一下以后，代步的跳投也有。今天在台电依然是算了一下，想教练应该还是会稍微观察一下，虽然说有让他换球衣，因为毕竟也是季后赛，不过还是可能为了要保护他，在后面几个循环，其实他进攻感觉也可以感觉得出来，他越来越积极的去挑战篮筐，但是可能最后的对抗性，最后 finish 的完成度都差了那么一点点，就比较可惜的地方。在第一节关键还是看陈梦欣哦，陈梦欣靠着速度，两分要到。这就是刚我们上半场，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在防守上面，或者是他们的进攻动位上面，脚步都明显比较前。还是没有篮板球的争抢，洪瑞强的回来，前面有一个偷跑的郭嘉文，将两分放进。可以赶快选进补进再多一点的选手，靠选秀或者是过其他的方式，就补进多一点的选手，多一点的可以用。在这个时候，